逛百货公司，怎么抬头一看，手扶梯里面居然烧了起来。从透明面板清晰可见火舌乱窜，惊险画面全被消费民众拍下，网友也狂酸，这是一种回转烤肉盘吗？因为好像我在这边，可是我没有听到很大的声响。那、啊、他到最后怎么灭的？可能也是。工作人员对啊，但看到火就会怕，会觉得很恐怖。起火的话，因为算公共危险吧。回到事发现场，起火的手扶梯赶紧进行保养。28号11点左右，桃园知名购物中心的手扶梯突然起火，业者证实事后已经自行扑灭，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厘清当中。在扶梯里面本身这些润滑油是属于易燃的，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机械的保养非常的不到位，而产生这些所谓的高强度的摩擦，产生燃点，温度变得很高，而让这些这个油的易燃性着火。手扶梯突然起火，业者低调不回应，所幸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要是真的有民众站在上面，成了铁板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记者钟长陈冠宇台湾报道。